曾经等待他认识耶稣基督为他祷告。他告诉我那一天晚上，他的信上说，他回到他的房间，他跪在床上说：“主耶稣，我不知道你是真的还是假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我知道我很需要力量改变我的生命。如果你可以帮助我，请你，请你帮助我，我愿意让你来帮助我。”所以那一天，他接受耶稣基督。不久之后，他从戒毒所出来，他直接到晨曦会进入教室。他说：“我外面不戒，我知道我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。”在晨曦会，他真的把毒戒掉。出来以后，他考上大学，大学毕业以后，神呼召他，他去念神学。他告诉我说：“霍牧师，我要告诉你，我现在在台湾南部的一个小乡镇，我也是牧师，我在帮别人戒毒。”专业仰望神的时候，不要紧张，来举起手来，你就走到前面来。如果你的朋友举手，你就陪他一起。如果你今天陪他一起到前面来，如果你刚才没有举起手，你说我要，你一样可以走到前面来。我为你祷告，我放下你保证，你会经验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改变你的生命。当转眼仰望耶稣，好吧，我们在唱的时候，就请你从这坐一下，走到前面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亲爱的朋友，不是牧师为你祷告，是我陪你一起来祷告。你自己心里面回应主，主啊，我把站在前面这些人一个一个交在你的手中。你说我相信有一些人坐在座位上，他们其实心中是愿意的。主啊，谢谢主，你不在乎他们在座位上站在这里。主啊，我谢谢你鼓励他们走到前来，是走到你十架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也为许多在座位上的人心中愿意的祷告，说主耶稣，你一样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求你施恩待我们，好不好？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你从来没有祷告过，我祷告一句，你跟我祷告一句，我带你跨出这一步。基督徒的弟兄姊妹，陪他们一起祷告。你知道，当他们要跨这一步是不容易，但是我们一起来祷告，预备好了吗？闭上眼睛，我祷告一句，你跟我祷告一句，真的简单。主耶稣，我谢谢你，给我一个机会来认识你。我承认我需要你，我的人生许多的黑暗软弱，我把我的人生搞得一团糟。我需要你，请帮助我，赦免我，管理我自己的人生，弄得一塌糊涂。我需要你赦免我的罪，做我人生的主，让我今天你是改变人的主，请你向我证明你是真神，活神，唯一的神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听我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主啊，我奉主的名把在刚才诚心祷告的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求你自己是人，用你大能的手牵住他们的手，让他们一次的节制，一生跟随主的脚中行，一生经历你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改变你人的神，在他们不能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带着他们进入教会，让他们不是一个晚上的感动，让他们是一生的跟随。主啊，奉主的名祝福在我们 Orange County 区的每一间教会。主啊，当人进到教会就遇见耶稣，进到教会就认识耶稣，进到教会就经历耶稣是那位真真实实的主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 Orange County 的每一间教会依着你的恩典，满了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